身份证，让你走了啊、哦！一说要买飞机饼啊，他要自己赚钱买。拿一罐凤梨汁喝。不行，再买一个。为什么？妈妈说。妈妈没有。有。这有小百小苹果汁。不可以再买了。这是要给你喝的，那你既然说不要就好了。是不是啊？不要喝了。一一。一阿姨要过，来借过，你开车要开好。太小了。然后要买一的布布啊，一你的布布在这里呀、啊。那个是什么？这是巧克力呀、啊，哎，那你要哪一个？飞机饼我不要了。什么嘛？他要吃巧克力耶。嗯，那我们已经有巧克力酱，不要这个。我们家有巧克力酱哎。嗯。好了，拿一个妖怪手表了。我看一下。有妖怪手表的吗？有，鸡胖喵。鸡胖喵的哦，那只可以买一个哦。嗯，好，这个、啊。